没有啊，我昨天要啊，对，3月19啊，妹妹，你为什么要找我签名，妹妹？啊，你要讲个原因，我才能还给你，妹妹。为什么要找我签名？哦，偶像，你知道是怎么解释的吗？我们在台湾呐、啊，偶像就是呕吐的对象。啊，你要对我呕吐啊，妹妹。要拍摄，吓到你。你知道他是谁吗？不知道，你就给他签名。不知道，我签名要收起来喽。哦，你喜欢我跳舞啊？你刚刚有看到我跳舞吗？那你觉得我跳的好不好？非常的好。那你有没有想要学街舞啊？不想哦。为什么不想？看我跳的，就是你觉得我跳的很好，那为什么不会想要学街舞？因为很难。不会很难，很简单啊，我们一起练习就好了，好不好？来，比还你。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，我帅不帅？非常的帅啊！那这样子太棒了，因为他达到标准答案，所以呢，现在我把我的签名送给你，谢谢。很害羞，直接就绕跑掉了，知不知道我是在？不知道，导演啊，导演弄我了，导演。好，不错啦，来到这个这么远的地方呢，竟然还有人要找我签名，真的是有点欣慰的，觉得蛮开心的，害羞起来了啊，是不是啊，导演？